叫我小五，或是叫我的名字陈五，或是叫我的全名金陈五。好，遐拄好，叫我小名黎明。哎，这个才介意你啊，你啊，你感觉？无熟悉啊。无熟悉，他要紧。啥物都要紧。门关起就熟悉啊。我看的行情哦，应该哦有可可。你倒有钱无？阮倒淡薄啊尔。淡薄啊尔，敢有你？到恁爸爸去外口跋筊跋输钱，恁家有钱吗？阮家啥物拢无，敢那有钱。来啦，这个真正袂歹啦。来啦，爱大心做朋友。你看，你看，对不？你看，妈妈希望讲吼，恁拢会当吼得到好归宿，啊，千万唔通去找到像摊就恁爸这种浪流的呢。感谢大家拍婆啊！我自我介绍，我是两个查某囡仔的老爸，我姓林。单独一个名字叫做伯，所以大家拢叫我林伯。叫一下。林伯。我林伯啦，你叫我林伯。啊，你唔讲你的名叫林？哦，我是林老伯。哦，爸。我生这两个查某囝，我无骗你，我都干那坐咧门口收钱，我都骂会死，对不？像你两个。丁议员你好，收什么钱？你这久无回来呢？是啊。哎，我啊，这两个唱歌，我伫门口票口收钱啊。查某囝要唱歌，就爱栽培啦，敢是出去外口赚钱用的？哦，你咧讲话拢那机关枪，你我讲你听，你伫外口做议员服务选民，也毋捌回来服务过我啦，对无？我哪转乎你个呢？我哪毋是咧外口拍拼？哦，这两个查某囝要食啥穿啥？哦，嘛有影啦！啊，但你来盈盈回来才创啥？我伫外口吼，拍拼遐尼啊侪年，总算是有一点仔成就啊。所以我今日决定，这两个查囡吼，妈妈好好啊栽培你。妈妈即摆已经做奇怪，我决定要甲你两个送出国，好，你好好啊读书，好好啊深造。妈妈带你来走，好。等你，你要甲伊两个送出国，你先甲我送我出山。即摆是啥物情形？你离开这间厝遐尼久啊？这两个囡仔嘛是我安尼有做囡仔安尼捏捏捏，拢我甲饲养，对无？我饲个遮大，你我着讲要走要甲带。钱拢是我寄转来，你唔通袂记啊？对啊，你寄转来，我是替你开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怎？我哪知你偌济钱？我寄我若寄十万，你有偌济钱是开在因的身上，我哪会知？上少嘛十分之一。无啦，你安尼就无真正无道理啊，对无？啊，离婚就离婚啊，啊，你寄转来，你即摆是要哪要干何款就对啦。是啊。要干无关会使啊，算算个啊，算啥？算因两个饭堂啊，恁捌做过兵哦、喔？迄做兵去哦、喔，也不共做体哦，爱共穿饭堂啊，你知哦？你即摆要带走？生活费我已经寄到顶啊，我搁来穿饭堂。我即摆带走才算长期。我寄十万顶啊，互你开九万，出一万欢迎你，你跟我算？我不管，今仔早间我已经要带走。嗯，你要带走？来，跟妈妈走。我唔准。妈妈，真咩啊？安怎？嗯。你有意见是？无，因为对妈妈。没，你要带，赶紧带一个出去。好，我今仔日先甲发玲查走，因为得当妈妈，妈妈一定来接你。发玲，行。阿爸。行。发玲。阿母。阿爸。你半暝才偷偷回来哦。你看卖门口那有两只小狗在吠，到底是谁？你看卖。来，我问你哦。阿爸，嘿。好，我吼因遐侪出钱哦。是。这个哦，上无像阮后生。啊啦！我连我头毛电吼吼较翘吼，计毛是无事，真正无事。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今仔日这代志哦，足重要诶。啊啦，好不？要你看新妇啦，又要搁看新妇？歹势！你头前看十几个啊呢？叫忙姐，大家拢看我，拢袂看你呢。叫忙姐，嗯，你是谁？哎，嗨，盈伟。嗨。你好，这是我爸爸啦。你是谁啊？我哦，原来你看介意着这个哦。对啦，爸爸，这个啦。咁好，你看生做遮水着，差遐多，啊，没啦，但穿遐寒嘛是差遐多，你是咧？恁即马，无恁两个即马是要来捧场哟，我已经大赢啊！阿爸，可能是粉丝啦，粉丝是牛肉粉丝还是？你讲安尼实在真无道理。但我是咧怪，我嘛个比伊较悬。啊，我两个徛开都真少位啊，看下去你是咧？
我咱借问的吼，这位逆上，你即摆是娶大叔来这边办土地啊？无啦，不是啦，今天看鸟也无电。林爸爸，你不要误会啦，你好啦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盈慧的男朋友，你可以叫我的小名，叫我小武，或是叫我的名字陈武，或是叫我的全名金陈武。啊，遐拄好，叫我小名黎明。听你咧放臭屁，无啊，恁即摆两个车长来这是？无啦，对阮查某囝伫遐咧比东比西，搁牛长牛短，无你即摆是要创啥？我看卖呢。人即老爸即落型的，你是咧？我找足久啊，即个真正足好，性地足好，还佫搞唱歌安尼，嘿啊。哦。对，恁、爸爸。是阮后生去介意着恁查某囝。无啦，我吼凭我即款咧想法哦，当恁即款的，当我看哪有够，看哪有够贵啦，你是讲恁后生？对。杀着阮查某囝。啊！逆上逆上，拍者拍者，小蛋姐，小蛋姐，小蛋姐，哎，查囝，安怎？啊，这个才介意你啊，你，啊，你感觉？无熟悉啊。无熟悉，他要紧。啥物都要紧。门关起就熟悉啊。哇，你看，这个未歹，看下行情哦，应该，哦，有可可，佫无大劲。你也知影，咱兜拢 A 证的，看我都记着迄个无吼，看因抽较悬的，人咧讲。迄个做啥？优生学，好不好？你带你的爸爸爸爸来瞧，安尼你省了五十年的奋斗，好来。啊，这位五哥，五哥五哥，没有，你爸爸你不要这样，对对对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五爸，对对对，五八四十，五八四十，对，我爸爸，对，他在那个中央银行当总裁啦。哎呦，干爹！喂，你乌白叫你是咧？对啊，唔对啊？我你讲。那阮查囝不是我咧操蛋的，真正忍忍，恁后生有眼光，安尼啦，啊嘛卖啰嗦啦，对吧？阮的人做代志做阿三哩的，你出一个介绍，哦啊，带转来，伊叫咱开介绍哩，不，伊可能是讲骗金啦，哦骗金哦，骗金咱有啦，对对，应该是银行都印钞票家己印的那部，对对对对对，安尼就好巧啊，对不？这算精虾，哦，啊你，啊不安尼啦，你若有方便。500万啊，聘金就好。500万哦。是是是是。500万无问题啦。是是是。但是吼，还是真正有诚意才用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无问题啊。哦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一手交人啊。呀，蛋呢？像不像不像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湖面的湖都湖女女湖白兔。科小公司的董事长，我叫黑面的。林伯，你给我出来！啊，你去我的交警部，你都三枚三，你输了300万的，你当时要处理吼？你若无处理，是人拆厝拆家，家你也无半只。卖啦，都已经拢无货啊！你搁要掠？无货。啊，你咧，你的人嘛无咧，嘛要咧无意思。啊，欠你钱啊啥？对无对无？啊，定讨紧紧，安尼就真正无行情，无彩你做老大。唔对呢，唔对呢，我来问看卖咧。嘿，我专心咧收只钱，拄啊，你也上歹收。乌噜噜的啊，借问者哦。啊，以前啊，以前啊，你欠你钱哦。啊，我给你报告一下哦，你去我交警啊，拨三枚三粒，吼，输300几万呐，输到剩一领内裤出来，又创出来了。哎，无要还我咧，我讨小讨30几年，拄啊，这个上歹讨，拢无要还。喂喂喂，啊！你今仔日茫去唱手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才300几万尔算啥？安尼哦，35村的，今仔日谁甲你付？哦，上谢哦，开玩笑，头家啊，你安尼袂歹，好讨安尼好看。金主来啊，对不？金主伫底？金主啊，这。来安尼啊，金主哦，伊欠伊35，要甲咱提500呢。安尼伊阁有剩150做收。我嘛知影百五。你即个谁吧？阿爸。你哪会无台？你哪会这边走出来？我就知，都去搬家对无？我就跟你讲，我是。阿爸，算一班啦，袂走紧。唔是袂啦，算租伊较久安尼。阿爸，我嘛袂放心。阿哥，慧玲甲我讲，讲伊在路的吼，拄到姐姐，姐姐误会讲，甲这个查甫囡仔做阵，要顶下向姐姐解释。啊，结果我看你袂走紧，你。不是啊，人都，人伊嘛是带恁老爸来看恁查某囝，人是要来落订的呢，恁哪会算袂？阿母，我拢无识识因啊，无识识，啊是倒一个要落订？啊，歹势，阮后生啦，啊你有两个查某囝哦？嘿，
干嘛？你要干嘛呀？你今麦是咧看金币哟？看卖看见好阿爸啊！绝对好用的。我找我囝啊！金币你低讲啊！喂！啊，你介意分多一个？就迄较细眼迄个，迄个啦，即个肉仔袂歹。啊，无熟悉哦，无熟悉。啊，不过你出来，来，你看，较等下哦，我夹看看你看嘛哈。嗯。你看，这个安尼，这个安尼。你家有钱无？阮家淡薄啊尔。淡薄啊尔，敢有你，敢有恁爸爸去外口博假博输钱？恁家有钱无？阮家啥物拢无，敢那有钱。吓，唔知因爸咧印银票诶。安尼，简单咧，好，恁等下。好，徛中。啊，这两个，阮查囝，你到底介意倒一个？其实你是较介意阮慧玲对无？对。哦，哎呦，快去查囝，来啦，这个真正袂歹啦。来啦，来啦，请做朋友。你看，你看，对不？你看，妈妈希望讲吼，恁拢会当吼得到好归宿，啊，千万唔通去找到亲像恁爸这种浪流的呢。袂啦，袂啦，袂啦，啊，今仔日哦，啊，若决定讲早囝要出嫁，欢欢喜喜啦，吼，欢欢喜喜啦。阿爸，你真正爱嫁哦。会啦，会啦。会使再博叫。这个故事来到这个所在，妈妈回来发现讲问题真多，不要紧，但是呢，经过呢三桥四桥，所以得避。妈妈的愿望，希望讲会当家和万事兴，爸爸一个笑目拢会当清楚，两个仔仔拢会当去了了，伊人生上幸福的这个方向。所以呢，妈妈的愿望终于完成了。故乡。